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郑州。外甥打灯笼，照旧送更帖。啊，又是送更帖？丫鬟哟，院内何人吵嚷？小姐，禀小姐，正太、薛太两家前来提亲，老爷夫人问小姐选中哪家，这有更帖，请小姐过目。看了，快将跟帖退回。小姐，走吧，小姐。哎呀，Yeah.
儿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儿啊才貌出众，连日来多少官宦之家、宦门弟子纷纷图眉提亲，儿啊，你家更帖是一一退回，是何道理？母亲，闻听人言，前来提亲之人都是些纨绔子弟，女儿怎能以身相许？哎，此乃道听途说，方者荣华富贵不相，哎，你还相些什么？爹爹，女儿不图荣华富贵，只求人品可靠，真情真爱。哈哈哈哈，小小年纪懂些什么？婚姻大事当从父母之命。爹爹，爹爹！哎，儿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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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，哎呀，那劲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姐长你来的正好，小女不知为何她昏了过去呀。哦，无妨事，无妨事，有姑爹郎中在此。哎，没事。没事儿，来来来，侄儿啊，让姑爹给你看看啊。春花，近些天来你家小姐如何症状啊？不早见啊你！姐姐，小女得的什么病啊？得的是马蜂。那怎讲？马蜂病啊！哎呀，侄儿，莫要担惊害怕，这马蜂病并非是绝症啊！哎呀，姐长，你还有什么良方不成？哦，这良方么？爹爹，姐长。你到底有什么良方？事到如今呢，只有招来远方的男子，假意和侄女成婚，把那病毒传于那男子身上，侄女的病也就安然无恙了。可到哪里去寻找这远方男子？哦，这倒不难。前两天呢，我在那大街之上见一落难之人。看他甚是可怜，便收他为徒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这人品相貌啊还真不错，你一看呐，不管能相中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陈鲁奇。陈鲁奇。为了女儿的性命，也只好如此啊！家园走上。老爷吩咐下去打扫庭院，与你家大小姐拜堂成亲。是，回来。
府门前后啰嗦，倘若放走你家新姑爷嘛，而与我消息了。是。高堂夫妻对拜，松露同胞，你小可
公子一旁坐下，奴家有话要讲。小姐有话请讲。小姐，我乃居住河南丹阳萧县陈家庄，只因爹爹常年经商在外，使我屡遭饥饿刁难，无奈到此投奔舅父，不料舅父他早已人亡家破了。小姐，我既无兄弟又无姐妹，但更独苗，正是我本该堂前尽孝，无奈沦落异乡，自顾不暇，我力不从心呐。公子你好命苦啊。苦，正有昔日落魄之苦，才有今日心魂之喜。小姐，我的福分不浅呐。那么，请问公子，我若身患绝症，堂前不能尽孝，福前不能尽七十福道，那么公子你呢？小姐，今日乃你我大喜之日，为何说些不吉利的话来？你我既成夫妻，理当患难与共，日后即使防灾于难，入侵我也将一如既往痴心不变呐。公子，小姐，公子。小姐，看天色不早，待我斟上美酒，与你共饮一杯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这是何意呀？莫非你嫌我既无功名又无钱财，不肯取酒吗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那么小姐，你既有隐情，就该明讲当面，如今我绝不强人所难，即便如此，就请令尊与你另选高门归婿了吧。小姐，我要告辞了。公子，公子。
命丢。小姐，你要与我快讲。公子，你爹爹便离，公子前去，只怕性命难保。公子不必惊慌，奴家不忍伤害于你。为了大救公子，奴家为你造下家兵。寒季瞒过二老爹娘，三日之后你就逃走了吧。小姐，我若逃走，那么你我吗？
七八，黄土烧上这张纸钱，叫上一声解放谢去立于总司九泉。就心呐，已走了。至真情，更觉他可亲可敬，世子身暴露无亲，情痴心肠。是夫妻本应当患难遇，趁如今我不该苟且偷生，小姐，香香，你我既成夫妻，理当患难与共。如今你染病在身，危在旦夕，我这个做丈夫的，岂能不管死活一走了之？为了你的疾病，如今我死而无怨。想起你就把病毒传与如今了吧。不，想起让你一人受苦受难，如今我于心不忍呐。想起即便是我难搭救你的性命，你我夫妻虽不同生，但求同死。想起你就允下了吧。不，允下了吧。不，允下了吧。不，是想起我求你了。
的陈郎啊，你快出囚府！不，快快！家中走访名医，设法搭救与你。贤妻，我走之后，你要多多保重啊！你可要等我回来呀！你可要等我回来呀！外出多日，不知咱家小女病情如何？妈呀，夫人！妈呀，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哎，何事惊慌？自从公子走后，我家小姐的病越来越重了。夫人呐、啊。那陈陆琴走失，你不是查看过病情了吗？是啊，陆琴走失，我看他颈上血迹斑斑，我看他
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呀。难道这个奴才他欺骗我们不成？这带我们前去看个明白。就依老爷。儿啊，丫鬟言道你的病情加重，哎，却是为何？哎呀，来来来，让为娘啊仔细的看来。啊！哎呀，老爷老爷，咱女儿的病啊，已经传遍全身了。母亲，儿啊，我来问你，你没将那病毒传于那陈露琴？是与不是？这，你与我说，你与我讲，你与我。也只好如此。爹爹，爹爹，瞒说女儿不愿将病症转嫁他人，即便女儿身无病症，我那陈郎待我情深意重，女儿我也绝不再嫁他人。你，儿啊。哎呀！18年来，我们二老含辛茹苦，将你养大成人。如今你是大病缠身。危在旦夕，这才是啊，病在儿的身，痛在父母心呐、啊。女儿，你对一个外乡之人竟如此的痴情。那我们二老把你从小养大成人，难道你就忍心撇下我们二老一死了之吗？母亲，是啊，那个陈露琴只不过是个落难之人，你给他弹的什么琴，又讲的什么意呀、啊？爹爹。我与陈老乃是患难逢知己，爹爹若比女儿再嫁他人，女儿我断难从命。奴才直到如今
今你讲的什么青山，若非如此你命难保全，倘若你在这你又不听不劝，休怪为父我发言烦。如今有两条路容你而选，这一临轩之难与你之别。爹爹，这儿你这儿母啊，儿啊，你可知晓这麻风病若不治愈，一旦传扬出去，谁还敢与咱家来往？如今这镇南治病也是从也的从，不从也的从，若敢违抗父命我，我们滚出府去，是死是活由你自便，全当我们二老没有你这个女儿。这，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我换好了。是父母亲害人的，满意。
冤。谁不怕与老君长相伴？谁不想拥有何家欢？不能尽孝，双亲欠。王二老三口寿天涯啊走冤，十八年的养育恩。你要怎样？你要怎样？来世再下战，你下战，你与我下战。爹爹，走！我不是你的爹爹，也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爹爹，爹爹。二老
十八载，疼爱女儿如掌上明珠，女儿言呢不孝，若为女儿伤了为老年迈之体，女儿我于心不忍哪。爹爹母亲孩儿百遍了，女儿
翘成天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老头，哟，我找到了，拿来我看。老头，咱们要找的七叶仙草的叶子是苦的，那这你找这呀，还不是，还不是。哎，大叔啊，咱还是到药房去好好找找吧。宝头，咱们要找的药是世上稀有的药草，也是郎中冯老先生的祖传秘方。我们去到药房，如何能找得到啊？啊，这药真难找啊！大叔，我看是你太死心眼了。有多少好人家你不找，偏要找个马蜂女？你这是何苦了你？宝头，你大叔若不是你大神大舅，恐怕现在你连你大叔的尸骨你都找不回来。你大叔起风了。是啊，要变天了。哎，包头，你赶快下山照看一下太爷，千万可不要叫他上山了。那你我到云山顶取取酒来。那你可要快去快回呀。放心吧，我回去了。好，大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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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叔，道童，有啊，我找到了。在哪儿找到的？在云山顶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这下好了。儿啊，爹爹，儿啊，有啊，是找到了。可这一年多了，还不知邱家小姐是死是活呀？爹爹，如今这月已七百，我有心重返邱府，把你的儿媳接过门来，与他了理疾病。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你啊！是不遂儿大心愿，人情债我一偿还，我于心不忍啊。这一后，我儿跟随为父，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为父焉能再伤儿的心啊？爹爹，儿啊，既然我儿主意已定，为父也不阻拦于你，等儿养好身体，送儿上路，也就是了。多谢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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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